说。那所以警方到场后，立即进入屋内，然后就查气流，他们没有察觉的。门车停的不及察觉，是不是？警方停车的部分大概距离30公尺，然后徒步进去攻坚这样。动员几名警力？约莫大概10来名警力。请教一下，他们查获的毒品市价大概多少钱？市价？那你会省这？那你我这样。